哎，我给你们看一下，这个真的容量大到让我惊到了的化妆包啊！你看这些东西不比咱那些化妆品啊、护肤品大，是不是全能塞下？神奇之处它不光是大啊，它这个分区收纳我真的太爱了。旁边这个小兜可以放点口红啊，中间这个小袋可以放点化妆刷呀，还有眼线笔啊啥的，就是容易脏的东西啊。然后这边这个小兜还能放点化妆棉呀啥那些小玩意儿，你不管再咋晃啊，打开都是整整齐齐的。住酒店的时候直接给它摊开啊，你看它是不是就跟个收纳筐一样？哎，咱就不用再把东西掏出来。一个一个往外摆了，外面是这种 PU 面的啊，质感超好，还特耐脏。出差出去玩啥的，带它足够了。